环状的，并且满足后面一些条件，就可以是有方向性的，不一定都是本环。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？因为我们后面会遇到一些很奇怪、奇形怪状的、很复杂的结构，都有可能是有具有方向性的，啊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它更加的什么？更加的广泛，对不对啊？更加的广泛，也就是说，或者说我们写一个什么符号，也就是写一个大于符号。有一些物质啊，具有方向性的一些物质，它的这个范围更广，或者说我画个圈，然后这是叫方向性，是不是啊？方向。那么本环或者本环的一些其他产物呢，只是其中一种，一类，是不是啊？一类或者一部分，benzene，对不对？这个能理解了吗？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包围的一个关系，benzene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能明白我意思啊？哎，对，只是呢，我们这个 benzene 呢，非常的这个特点非常鲜明，它的例子特别多。